笑，大仙不闹。么么哒。感觉风路人多啊，打把对抗路吧，你玩一下亚瑟，亚瑟带斩杀，我要 K 头了。好，我斩杀呀，好治疗。等一下，是斩杀。我去干中路，我要打起来，这样很强的。一刀，杀！弱化型，被克制了，不慌。错了，一刀，斩杀。寂寞。哎，一技能存一下，兄弟们，我冲了，一刀。一刀，来跳！一刀，把大招！一刀，兄弟，有没大？有没大？你没大吗？我蒸发了！哎呀，我这个大招都丢不出来，我直接上手一刀，他吹了一头火，我反手又是一刀，小辣走位吃口药，一技能纯一刀，我大招灌，一刀斩杀。他上来，我一技能，二技能，一刀斩杀，小辣走位，他开弱化，一技能，反手过去，一刀大招，先沉默，二技能，观战，英雄克制，没办法，他的霸体，他的减伤让我很难受，冲出中，啊，一刀沉默，小辣走位，不着急，又是一刀沉默，再拉 A 一下，一技能，二技能，一刀又沉默 A 一下，大招斩杀，再一刀。A 一下斩杀，小辣走位，他不怕我不怕，一刀砍了个必须吧，又是一刀没砍对，吃口药。我尽力了，赚得好，一波了吧，一波。虎牙688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